早上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这是美国的一个亚利桑那凤凰城的一个汽车旅馆。这停的车，这是两层房，这个是它的个门庭，就是登记入住的地方。这个还比较有名啊，在这个凤凰城的飞机场附近，是这种欧式这种建筑，也有晒衣服啊。虽说这个美国不能晒衣服，这边住的可能是老墨多吧，墨西哥人，哎呀比较豪放，呵呵。然后这边是有这种小游泳池啊，坐在这里一起喝杯咖啡啊，还是可以的，不是说那么的强求那么的。所以大家来美国玩了，像这种西班牙式的欧洲这种风格还是不错的，还是有这种自身的特色的，非常美啊。我们来走一走，看一看这种美妙，这种美好，这种光影出来还是非常漂亮的。这种瓷砖很好，你看这个房子看多好看，这种景色是多么美丽，在这个走廊里。这是拐角，这是走这个。大厅成一个 L 型的房子，有鸽子，这种鸽子还是很和谐的。还是有空车位啊，并没有住满。草地，这个草地剪的不错，草地的屏幕是剪的挺好的，一个屏幕。你看，如果晒太阳，给这阳伞一打开，还是很好看的。可以在这里一直晒，有这种小的游泳池。可以在这里戏水啊，可以凉快一点。里面还有这种游泳圈，白色的一种游泳圈，所以这个还是很好看，给人感觉。还可以放几桌啊，朋友一起在这里度假，欣赏一下美国这种亚利桑那州的风情。沙漠，戈壁，仙人掌。然后还有这种椰子树，给人感觉会非常的好啊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。谢谢收看，下次你们拜拜。